3月7号，网上曝光了一组奚梦瑶在上海出街被拍的照片。当天，司机将奚梦瑶和一名男子送到某处，男子先行下车向别处走去，随后奚梦瑶从车上下来，朝着同样的方向走去。奚梦瑶头戴一顶深蓝色鸭舌帽，蓝色条纹衬衫随意的露出一边肩膀，配一条白色超短裤，简约而又不失质感呢。虽然是素颜出街，穿着十分低调，但是奚梦瑶的大长腿还是实力强劲呢。两人在一起有说有笑，下车后两人步行前往附近一家店，开始的时候两人并肩边走边聊，还开心的大笑起来。快到店门口的时候，奚梦瑶小心了起来，与男子之间刻意拉开了一段距离，一前一后走进店铺，期间男子还搂上了奚梦瑶的腰，看上去两人关系很不错呢。芒果捞新闻祝福两人早日修成正果哦。报道。